赛好像开始了，拿自己果汁啊。对，天宫目前状态都很好，还有个蔡文姬，没办法守啊，并且一并击满分20分，然后一个炮车正面很能挤，刚出水晶兵线带进去啦，25秒，恭喜洛神1名拿下。哎呀，刚才差一点就把洛神的水晶给推掉了。只要绕到后就能秒回我进来，八三个回推，总共到第4个人。太漂亮了，这么快战，瞬秒击退。追回来了12分钟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说天宫队很厉害的吧。这局他们节奏很好。三星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要是我都死100回了。正面你看，打不死人，竟然强行踩掉了。哎呀，下雪被击杀的。洛神还是很稳的。哎，你觉得？对，他们选择了一个先知主宰的位置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位置左侧右侧加起来有6到8个。睫毛怎么长得那么好看？最近在忙什么呀？不是说了要从研究院离职吗？黑眼圈还那么重，看这么激烈的比赛都会睡着。这角度不太好 P 呀。毕竟我这么轻，悄悄的，悄悄的挤。我那个，你要拿什么东西啊？橘子。啊。谁赢了？你猜。我猜你输了。哦，对，我输了。那你提要求吧。
月底生日，想什么礼物？是你提要求，我们打赌的。要求就是，告诉我，要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太突然了，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。嗯。于老师真是太直男了，哪有送礼物还问别人的？难道不是突然拿出来才是惊喜吗？决赛结束了，再过几天就是颁奖典礼。你想好选哪些职业选手做你的队友了吗？我还在想礼物呢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第一人选，天宫，周颖。天宫的决赛虽然输给洛神，但是作为队长，是比赛场上少有的全能型选手。我还以为你会推荐洛神的人呢。洛神实力当然很强，但是他们最强的地方在于整体的配合。好吧，反正我也蛮喜欢周颖的。嗯，周颖长得也不错。人家才19岁。年龄都知道。注意周颖的打法。有看出什么吗？什么？这几天给你排位，我在模仿周颖。他常用的英雄、打法习惯、行为模式，等比赛时也会更加的熟悉他，更容易跟他配合。你在模仿他，让我熟悉他的打法，练习和他配合。嗯。我还模仿了夏雪，你没发现？我想到生日礼物了，送我一个五连爵士吧，我打到现在都没打过五连呢。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。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感觉是个体力活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丑小，我只是运气不好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打过五连。哦，那现在开始吧。你先单盘，掉30颗星。你先段位太高了，50星的五连爵士我送不起。我不管。哦，对了，颁奖典礼的门票，到时候你带着好欢一起来吧。不过还是要请阁下好好的睡一觉，别到时候看一半就睡着了。叫上好荒。嗯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跟好荒说，台上打得最好的那台上最好看的那位就是熟客摘棉花。